好，我是古拉，我是贝可怡，啊，我是牙。今天终于要参加歌唱比赛，但我要跟你讲一个事实，因为有我不知道的事、啊。对，是因为本来是我参加，然后因为我喉咙状况最近非常非常的不好。你是说你唱歌破音吗？他一定会成功的，他可以啦。就在贝可怡与雅雅的鼓励之下，天真活泼的古拉信心满满的准备迎向挑战，殊不知前方是一条充满荆棘崎岖的道路。阿丘，热情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挑战者古拉，欢迎。哎呦，哦，很活泼，很活泼，你常搏斗哦。我做点烂惨了，这个古拉实在有点可惜，应该叫哥吉拉吧。对啊，冠哥好，你好你好，彤彤姐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古拉。那么呢，我现在是一名知名 YouTuber，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吉他手，对，然后我是原住民，跟我同村同族的有名的歌手就是动力火车的严志凌。哦，听说他来自的家族是个头目家族。对啊，你是继承人。对，是。你为什么不去当头目？就好了，因为赚不了钱啊。哦，头目没有薪水哈。没有薪水，我们只有现在的头目不像以前的头目啦。啊，对他出了很多的这个歪歌哈。对，很好笑。有改编了，不能说歪歌了。改编，但是连月的也有200多万。破百万呢？是。你在网络上说已经这么有知名度了，为什么今天会想来这边表演呢？哦，其实因为在网络上有知名度，所以大家会对我有一些对我的印象，就是比较搞笑，是，对。但是我今天想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我有严肃的一面。你错了，错了。我们希望你是来搞笑的。听说这个古拉名字就很好笑，这古拉是什么？对，你的古拉的原名就是它原意是什么？古拉的这个是排湾族的话叫做角，哦，角，古拉，古拉。那我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发生过车祸，在高速公路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医生没有给我处理好，然后到最后就本来是破伤风，后来变蜂窝性组织炎，然后我的学长为了要笑我。对，所以就叫你古拉，就叫我古拉。你本人叫做角，我的绰号，我的绰号，你的绰号叫咖，对对对，这个很好，到哪里都剩几个咖嘛。哦，大咖了，大咖了，看你的分量。那我以后要吃更胖的。对，不用了。那今天要挑战是，我要从哪里开始？从哪边开始卡位？我就这样好了，我就因为刚刚有听到分数嘛，对，不然就从第三名好了。第三名有两位并列第三名，梁敏静跟杨靖宇，他是90.1分。对，所以你的歌声如果唱出91评分，90.1分，就算过关了。对，好，对，加油。如果没有到90.1分，你就要用你的古拉走出去了。好，今天唱什么歌？今天带来的是黄大炜的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啊，让你们心碎了，小心哦，这歌不好唱是大歌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古拉今天带来的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。